看到吗？看到。Hello， 大家晚上好。Hello， 大家听得到吗？听到。Okay. 还有 video 吗？好是吗？啊，对，还有。准备了，我们要开始喽。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家人们，爱学习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我们全球太赫兹水新青春的大老板严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李董、周董、陈总，还有我们的策略委董事们，我们马来西亚大老板全哥 Ken Wong， 还有我们的 Josh 大哥，大家晚上好。好，很幸运今晚上我有抓住这个机会跟大家和我们的大家长还有一些伙伴们一起在空中课堂与相遇，万分感激。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始，只要有梦想，只要你坚持，相信大家都会有努力和更优秀的自己。来自我个人介绍，我姓吴，我叫巨豪，我是来自东马马来西亚沙捞越斯吴的今晚的主持人。就读土木工程的我，毕业于后在本行做了5年，目前做着产业科技管理系统，直到现在接触了太赫兹新青春这个平台。艾伦每一个人浮成千万家，这一个是太好的一个平台了。我的贵人不是直接把钱交给我的人，而是开拓我的眼界，矫正我的格局，给我正能量的人。我的贵人就是我的阿宝老师，我的阿宝总监。谢谢阿宝总监的跟进，他 follow 我，在这一个一年里面，真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比你成功的人还比你更努力啊。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的安排到我们的主持人、主讲人阿宝总监来分享今晚的主题。那么我们的阿宝总监，他本身是电脑科学与电子工程学业毕业的，从事保健行业超过15年的经验，同时他自己也经营过老板，经营过生意。他说啊，哎呀，老板真的不好当呀。正所谓思路一改变，市场一大片哈。我们的阿宝总监还是很喜欢我们的网络行销组织这一个行业。他讲，
一日传销，终身就是有这一个传销的血啊。组织的魅力就在可以借力使力不费力，借力使力有效率的团队啊。他还没有接触我们太赫兹健康水之前，他是经营肝细胞，我们讲我们所说的 stem cells。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这个组织行业之路是再一次展开他的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旅程。一年七个月今后的今天，辛苦一辈子，幸福一辈子，一步一脚印的带领团队，组织也慢慢成长了。目前他也拥有超过1500多位遍布14个国家的会员，对，没有错，14个国家的会员，收入也很可观。在此请大家注意你们的 WiFi 的状态，如果看到有一点卡卡的，请关掉你的视频，因为我们的 Zoom 为了避免不要离开我们的阿宝分享，请大家一定要保持 WiFi 的状态。如果 WiFi 真的不行的话，请大家转移 4G、okay? 今天晚上我们很期待的，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阿宝总监，时不宜迟，我们来欢迎我的阿宝总监来这里群里面的，让我们开发今晚的招商课。来，我们以掌声来欢迎我们今晚的主持嘉宾，也是我的恩师阿宝总监亮场登场，欢迎我的阿宝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阿豪啊老师哦。等一下哈，我要换我的后面的这个先一下啊 background 啊，对了 ，OK， 看到啊，呀、yeah, 看到。说、so, 啊，非常谢谢我们的阿豪老师哦，把我介绍到这样好哦。其实一样啦，大家都是在开始哦。首先呢，我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还是一样要借大家的掌声来感谢我们公司的创办人，那就是我们尊敬的严董事长，我们的李董，我们的周总、陈总啊，包括太赫兹马来西亚公司的老板全哥，还有群里面的新旧朋友们、策略委们、董事们，给他们、给你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哦，今天上来聆听阿宝哦所分享的招商课。很荣幸的，阿宝今晚呢又被我们的梁董哦001啊邀请呢，今晚再来做一场的分享课。其实呢，我这一堂课呢讲了是蛮多次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呢是觉得很好听还要再听。包括呢阿宝呢，其实我还有几堂啊不一样的课，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所以呢这一次呢阿宝又在以这一场呢跟大家会面。往后呢我希望以新的课程呢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所以呢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哈、哦、我的介绍人 CK 大哥啊，还有我们的001梁董啊，没有他们的介绍之下呢肯定没有今天的阿宝哦，你们也不可能听到啊阿宝在今天跟你们做分享。所以呢给我的这两个贵人呢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谢谢哦。所以呢其实呢最近你看疫情的侵袭哦，可以讲呢遍布全世界是吗？所以呢现在呢大多数呢我与我的团队呢时常都只是在搞这就是网上的教课，因为疫情的
问题呢，希望大家呢要远离哈、哦，希望勤洗手哈、哦，要做好 SOP， 而且呢，水太赫兹水真的要喝多。等一下阿宝会跟大家分享哈、哦、几个最近，包括今天的一些的见证，关于那个 COVID， OK。所以呢，阿宝呢在巡回演唱会呢到今天呢啊，不是演唱会啊，分享会呢已经超了今晚呢足足60场了。所以希望大家群里面的家人们把这个水不洗，你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就好像我们的梁董一样哦，每一天啊开眼睛一醒就有钱算，睡觉也有钱算啊，算到哈哈大笑。我刚才还跟他讲，哇，今年这样一算来，你不只是叫百万富翁了，你是叫千万富翁了啊。所以真的你看啊，只要一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一个的人生啊。所以不要小看啊人家介绍你这个机会。所以呢，机会永远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所以群里面的家人们、新旧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这个课堂呢，其实是可以说呢给你们一个机会，这个是你的福报，好不好？所以呢，我今天就以开始我的分享课。大家看得到哦。可以看得到。好，今天所以这个课题呢，我们都是做健康行业的，所以但是我阿宝还是要问大家，健康重要吗？有的人会觉得呢，哇，这个话好像很笨蛋这样啊，为什么还问了又问？肯定啊，因为很多人嘴巴讲健康很重要，但是何曾何时几个真正跟着健康的重要性走呢？运动重要吗？很重要。但是有多少个真正有运动呢？你问回他，他跟你讲，哦，去年、三年前，是吗？所以很多人讲是讲哦，但是做就另回事哦。所以今天呢，阿宝跟大家讲，健康真的很重要。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你看这张图，我阿宝留到今天是要无时无刻提醒自己和提醒大家。这张图呢，那时候呢，在2月3号，阿宝在阿罗斯达讲了一堂课马来课，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称为这个叫 COVID-19， 那时候叫 Coronavirus。 OK， 全球中的 cases 只有20000个 case， 但是不幸的今天已经超过10000多个 case， 甚至更多了，因为这个数据还没有再 update、啊、那时候死的人呢是7400个，但是现在呢已经超过300多万条人命啊，330条人命，还不包括今天我们还没有 update 啊。你看到吗？平均每一天啊大概有10000人死掉啊，而且呢这个数据呢还一直在增加，你看到吗？所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脆弱啊，多么的无助啊。当一个疫情来到的时候啊，原来啊全部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生命，只有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从这个疫情过后呢，才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世拼来拼去啊，不是你的学历、财力、权力或者实力啊，最重要的呢是你的两力。哪两力呢？就是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因为呢健康才是第一也是唯一，你赞同吗？真的啊，你看啊，最近我们就讲马来西亚好了，可以讲每一天你所开出来的报纸，每一天都有人中 COVID， 而且呢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人死哦，包括我最近看的报纸报道，而且我们的疫情那个 virus 呢已经进化到怎样呢？进化到、哦、那个人 check 了3次都是 negative， 突然间呢发高烧 boom 死掉了，进了 hospital check 了过后才知道 positive， 你看到吗？它的 virus 的潜伏期啊是多么的长了啊。所以呢这个疫情这个 virus 呢，它是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力啊，不多少的实力啊，你看现在最近的报道，很多那些马来西亚的文人啊都一倒啊，包括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弟弟聊到啊，因为他接触的人也比较广哦，他认识的人也比较广哦，所以呢他们有认识到那些王族，甚至那些 Dato 3 啊，真的最近中了很多是这些人物啊。所以你看到吗？难道你有钱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就是因为你有钱，这个 virus 它是不管你有没有钱的。所以讲到这个 virus 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些的这几天我所遇到的在三天前呢，我有一个所谓的我的伙伴，我的下线的下线，他已经喝了我们的太赫兹水仪呢已经超过半年以上了。结果呢，最近呢，因为我们这边呢槟城呢那边的工厂被关掉，就是我这个下线的下线他的工厂被关掉，而且呢因为那时候中了很多的这个 cases COVID OK， 把问题我这个下线没有问题，全部都 OK，没有这个病状，包括没有流鼻涕、发烧，种种都没有。可是，当他回家的过后，隔一天，结果他的老婆开始有这些症状，结果一 check positive， 奇怪吗？所以他就来问我阿宝，为什么哦？我没有这个症状哦，但是为什么我老婆没有做工啊？她在家也会有中这个问题呢？我讲很简单呐、啊。今天因为你在做工的环境已经有人中了这个 virus， 结果呢你把那个 virus 带回来，你的身体对吗？你看那个 virus， 如果你有看报道的话，那个 virus 只要 stick 在你的 plastic 啊，它还可以存活四到五天。如果 stick 在那个matter 的东西啊，它可以存活啊一个礼拜多，甚至现在刚才所讲的它可以 check 三次的 negative，后来才变 positive， 看到吗？他们可以存活很久，所以你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的衣服、你的袜子、你的裤啊，包括你的鞋子，种种，你的老婆帮你拿去洗的过程当中呢，啊，他就会中到了。为什么他老婆会中呢？啊，我这边要再强调，因为他老婆呢，打从第一天他的老公买了这台水仪呢，喝到现在他都不喝，他讲喝了凉，喝了痛，他就是坚持不要喝。所以我以前呢，我以为呢。所谓男人哦，才会铁齿啊，他的牙齿用铁做的，我们华啊福建话叫 TK 啊，懂吗？就是固执啊。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女人也有 TK 的，所以他就是坚持不喝，你看到吗？结果中了，你看到吗？被国人定了。所以你看到吗？今天我们呢、啊，其实不是一个 case 两个 case， 其实很多个 case 哦。这个是我三天前的 case， 今天的刚刚下午的一个 case。我有一个伙伴 ，OK， 这个人呢，我已经跟他们打水了的，打水接近有三个月多、四个月来了。他一直以来呢，这个女士呢都喝着我的水哦，因为呢她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所以呢她就喝了很有很大的改善，从两桶、三桶、四桶、五桶到现在每次一做就做十桶 ，OK。今天她打一个电话，我以为她又要叫我去做水了 ，OK。哪里知道他打电话来讲到要哭啊？为什么？因为今天刚刚好 ambulance 来载他的老公去隔离了啊。为什么他老公会中？因为在这几个月里面呢，他一路以来呢，我去做水的话呢，我讲你两公婆要喝，他老公讲什么？不用啦，给我老婆喝就好了，他有病。我讲不是吗？两个健健康康不是很好吗？讲不用啦，给他喝就可以了。结果你看到吗？她老公因为中了，在了那个地方，他们整个巴萨他中了 COVID， 现在被带去隔离中心了。他现在和他的孩子呢在家自行隔离。OK， 问题看到东西在哪里嘛？他跟我讲哦，我的幸亏喽，我有给我的女啊，我的儿子一直喝这个水，我们两啊，就是我和我的儿子有喝这个水。你看到吗？虽然我没有一个证据说证明啊，说呢啊，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会可以帮助到你的 COVID-19， 但是我要讲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太赫兹水可以帮到 COVID， 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就是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这个 virus 呢，最重要呢，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强的话呢，它就会帮你 attack这些东西。而且这个见证不只是一个呢，我还有之前上个月的我的伙伴的弟弟进了中了这个 COVID， 结果我的伙伴跟他讲，你不要怎样想了，你跟我乖乖喝完我这个做给你的水，你跟我喝完。结果他弟弟呢每一天很听话，
喝五 liter 一天，四天过后，全部流鼻涕、伤风啊这些发烧全部都 OK。虽然我不敢讲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可以针对 COVID-19， 但是我讲不好听一句话，今天只要把你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加强的话呢，这个 virus 真的如果打出一天你中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到处外面跑没有被关下来，因为有些人会中，对不对？所以呢被感染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强的话呢，这个根本不会形成一个问题。所以大致上呢，我都会劝我的团队们呢，大家要勤喝水，包括要吃那个所谓的 vitamin C， 增强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真的真的，当你失去健康的时候呢，你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而呢这一次的不是单你失去健康，而且呢你可以失去你的亲人。尤其你最近一直看报纸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人一个一个的离世，包括最近呢你会听到以前不会听到的人现在都一个一个在中，尤其是你的左邻右舍，甚至你的亲朋戚友都在中这个问题。包括今天我的这个伙伴他讲他去 hospital 要穿那个 pink color 啊，他讲很多哦，现在很多人啊，尤其是华人啊，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在这个期间呢，真的大家要勤喝水，少出门哦，多人的地方真的是少去，尤其是有 aircon 的地方大家更要注意哦。所以呢我们这个水呢，我不能讲是仙丹或是神药，对不对？不可以讲到天上无地下有之类的。其实呢很多人会在群里面的家人们或者是朋友们，你们都会想，哇阿宝你讲到你的水好像是真的很给力一下呢，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呢，那个介绍人跟我讲糖尿病也可以，中风也可以啊， cancer 也可以，现在你连讲 COVID 都可以哦，哇这样不是很给，这样医生不是不用找治疗，医生不是没有工作做了啊，医院不是要倒了啊，错啊错啊，不是的啊。我的水真的我要再三的强调，我们这个太赫兹水呢不是仙丹也不是仙药， OK， 很多这一些人呢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啊。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紧急抢救的人，如果那个人差不多真的是要死了，好比如最近他真的中了那个 virus 真的要死了，你不要讲喂阿宝老师讲哦那个水哦帮助 COVID 很好的，你不要去，我给你喝多一点，我跟你讲那时候他真的死啊，不止一个人死啊，他还会全播啊，散布全部人啊，死更多啊，那时候你真的更惨。所以这种人一定要快点叫他去医院看医生，而且他已经差不多要死了，快点去。第二个就是他已经流血流不止了的，还是要去医院看医生。好比如我的伙伴他来月经来30天的，他来到可以崩血崩到怎样，崩血崩到他的血好像那个白一直触的他的血，那种人你还跟他讲哦，来来来我跟你讲喝太赫兹水啊可以帮助到的，真的他流血过多死去你就惨了，你的脸啊要贴在他家的那个墙壁了，做什么，你就是那个杀父仇人杀母仇人啊。所以呢如果真的很紧急的时刻呢，一定要找医生，懂吗？要去医院，不要把我们这个东西全部都可以 OK。 第三个就是他已经撞车了 accident 了，或者是他已经受伤了，手脚已经断了，你还跟他讲我跟你讲啊，我的太赫兹水喷喷喷啊，哦，你的手啊会接回来啊，会啊，不可能啊，你会 transformer 啊，所以你快点叫他去医院见医生借驳回去。第四个呢就是他已经要生 baby 了的啊，你不要做到给讲 啊来啊，好像米兰这样我帮你生孩子，生不出你就够力，我跟你讲啊，我看到你的肚腩是大一点，但是那个是生不出 baby 的，你还是要快点叫他去医院看医生去接生，明白吗？第五个呢就是现在很多被隔离者，明白吗？这些被隔离者呢虽然听了阿宝讲的课帮助得到，但是不一定，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严重了啊，因为这个 virus 有分很多种的，现在有很多的阶段你知道吗，已经很严重了的，不只是你要帮他，你要帮到他身边的人啊，如果你不要给 被他隔离的话呢，不要叫去隔离啦，害到全部人更惨，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五种人，你就不要什么东西都随随便便讲啊找医生。今天阿宝讲一句话，我不是讲医生不好，我本身呢都有读
所谓后期有读的医学系啊，我也是一个学士啊，但是只是我没有去强调哦。最重要呢，我要讲一句话呢，关系到我们健康哦，帮关系到这个东西呢，我们本身自己呢，要把我们本身的身体的抵抗力和我们的免疫力增强。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个增强的话呢，我们坚持叫人家不要去医院看医生，你会害到很多人。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些紧急抢救的人，而且你是得那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啦、中风种种的话呢，你每次一定要吃药吃药，对不对？吃药你有听过吃药吃到好的吗？没有，我只有听过吃药吃到死，是不是啊？吃药吃到死还没有死，先洗肾子啊！福建话讲加要加个细，阿伟细神仙有计，是不是啊？所以很简单，今天我们要找出它的原点，它的原因，为什么之所以今天一个人会中这个文明病，它的原因，它的本质，它的 roots 在哪里？你要解决它这个根，才可以解决它的问题，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医生讲。所以呢，我在这边群里我还再三的强调，我不是针对医生哈，我只是讲医生是读医学，对不对？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是谁呢？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你呀，对呀，是你呀，你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吧。今天你头痛，你看医生，医生就给你药，吃头痛的药，但是你等一下吃了头痛的药，吃了等一下影响到你的肝，他又再给你肝的药，等一下肝又再痛了，加大你的脚痛，他又给你脚的药，你看到吗？所以你要寻找出它的根点在哪里，原因在哪里，这个才是解决的方案。所以很多你看在我们的见证里面，很多单单喝了太赫兹水过后，他的血压是不是跌了啊？他的血糖是不是跌了啊？他的癌症指数是不是不见掉了啊？所以呢，我还要跟大家讲哦，等一下你们要听完哦，因为我今天特别邀请一个癌症病患者，淋巴癌、乳癌，甚至你要听他的见证，为什么这个人到现在还是那么健康，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原点，而且他一路以来呢都是很保健的人，而且还可以吃的东西都很固的人，为什么还会走上癌症？所以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找出那个因，因为每次我都讲哦，医生是读医学没有错的，紧急的事情一定要找他们紧急解决，医生只有那个四招。什么四招？第一招叫做吃药，吃药好了就是吃不好就打针，打针再不好他就会叫你开刀，对不对啊？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吃药打针都不能，开刀也不能了，怎么办？割刀完了怎么办？最后一招那个叫打包，明白吗？所以呢，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要记得哈。所以注意哈，今天呢，阿宝呢介绍你这一台太赫兹水仪呢，它不是什么医疗仪器，它不能医病的哈。如果你要医病的，一定要快点去医院看医生。我今天介绍给你的，它是一个科技，它叫太赫兹科技。它只要照射在你的水三分钟过后呢，它可以让你的水分子呢变成很细很幼。让你的水分子变成直链型直饮水 ，OK， 让你的细胞容易被吸收，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流通。今天全世界没有人生病，只有一个病，那个病叫什么病呢？那个病叫细胞生病，大家赞同吗？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细胞做的，每上上下下从你的头发到你的脚趾都是细胞做的。我们是由爸爸的一颗精子加上妈妈的一颗卵子结合，才有今天的你。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只要我们的细胞健康的，血液循环好了，新陈代谢好了，那么你的病就慢慢痊愈了，人就自然而然健康了。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细胞要健康，你要给它料，懂吗？不是你刚才吃的什么面什么饭，最重要你要给它料，什么料呢？阳光、水、氧气和营养。现在的人看到阳光好像看到什么，好像看到尤其是美美漂亮白白的女孩子，不要讲女孩子，我阿宝都怕。为什么呢？等一下晒太多不懂，皮肤会不会黑掉，等一下会不会中 skin cancer， 有没有啊？但是我们的生物，不管植物动物人都需要这个波，明白吗？好比如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呢，就是太阳里面的远红外线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对不对？但是做了这个太赫兹水仪过后呢，才让我知道真正我们身体细胞所需要的另外一个光波，那个叫做太赫兹波。
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时间，你也怕太阳的话呢，很简单，只要你把这一台水仪拥有过后呢 ，OK， 你就可以无时无刻得到太赫兹波，只要照射在你的水三分钟过后呢，你把那个水喝下去啊，你就有这个光波了，明白吗？第二呢，我们就需要这个水，水呢是不管以前五百年前、现在、未来的人都需要喝水。我不懂啦，未来五百年我阿宝不在了啦，我不懂是不是五百年后的人是不是喝 Coca-Cola 就可以了啦，我不知道，但是我很肯定啦，到目前为止，到阿宝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呢，我还是相信的，我们都需要水。所以呢，水这个课题呢，可以讲呢，在市场上我们可以买到很多很好的水机，对不对？它会造出来很多的水给我们，搭配过很多的水给我们。包括你家如果没有水机的话也不用紧，只要你拥有这台水仪过后呢，它会附送一个那个过滤芯给你，对不对？过滤器啊，你也可以在那边过滤过后呢，你把那个水照射也可以喝了的啊。如果真的你目前为止你还不想拥有，或者是还不了解这个水仪的时候呢，也不用紧，你只要去以前叫 Desco， 现在叫 Rotus 哦，你可以去 Super Complex 啊，或者是去那个 Econ Safe 啊，你7-Eleven 啊，都可以买到很多的好水，对不对啊？所以第三样的东西就是氧气。氧气重要吗？啊，氧气如果不重要的话，阿宝教你一个方法，你把你的鼻子关掉，嘴巴关掉，五分钟过后，你看什么事情发生，你会听到一个声音叫哔补哔补声。那个声音是什么呢？那个声音呢，不是 ambulance， 那个声音是黑色的车来了，因为做末死了。所以氧气重要吗？非常重要。所以呢，氧气它除了可以给我们的血液循环之外呢，血液循环之外呢，它也可以帮助到我们杀菌，明白吗？包括癌症的对敌就是氧气，等一下阿宝会讲哈。所以最重要，你看啊，为什么现在的人啊中了 virus 啊？以前阿公阿妈的年代，那里有听过 SARS， 那里有听过 H1N1、H5N5、H9N9 什么很多啊，是不是啊？包括最近的 COVID， 以前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全球的含氧量还很高，因为氧气就是杀菌。但是现在我们的臭气层已经破了 ，OK， 我们的含氧量每一年都在下跌。在十年前呢，阿宝所读到的呢，所知道的呢，全球的含氧量呢已经下跌到20%了。如果再下跌到剩下11%呢，恭喜发财啦，你我都不在这边了。所以我讲很铁定的，往后的日子你要看。如果呢，我们的人类还一直破坏这个生态的话呢，破坏这个地球呢，有一天我们出门不只是要戴口罩，你要戴的是 oxygen 的口罩了，那背着一个氧气筒了，真的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戏也有的做了，明白吗？包括为什么现在的人中癌症啊，以前要中一个癌症啊，一个肝泵啊，那个人中了癌症啊，好像 alien 这样，你懂吗？全部这样用眼神看你的哦。但是现在的人中癌症好像吃饭这样啊，是不是啊？你不相信你想想一下，关眼睛想想一下，我叫你讲五个朋友到十个朋友，五个就好了啦，五个你亲戚朋友有中癌症的，你可以举例给我吗？你跟我讲什么阿宝，十个到二十个我都可以给你啊。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氧气的问题哦。所以只要今天把你的含氧量提高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呢，甚至你要中癌症都没有那么容易，记得哈。第四个呢就是营养 ，OK， 营养呢可以讲在市面上有很多琳琅满目的保健品，甚至我们每一天吃的食物都有很足够的营养。包括我从去年走到今天哈，我阿宝跑了马来西亚哈，跑了国家几个，那时候啦，看到现在我感觉到了，尤其是马来西亚的人啊，都不会营养不良啊，每个都营养过剩。不相信你看你身边的人一下你就知道了啊，做么呢？每个就吃到补补一个泡泡，你懂吗？啊，如果营养还不够不用紧啊，你可以用上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营养叫 NMN 哦，这个最近很火红哦，吃了哦，我们现在哦喝了水可以健康又可以年轻啊，所以往后哦你要老啊都很难啊 ，OK。所以呢，给大家认识一下什么叫太赫兹水。What is terahertz? A baidu terahertz. Terahertz， 你看啊，在这边我们有写到吗？太赫兹波呢，其实就是为我们的细胞带来大量的负离子。而且呢，我们的身体之所以今天会有很多的文明病呢，就是因为
处在正离子的累积的状态。什么叫正离子呢？所以很简单，在医学就讲 O positive 或者是叫 O dot， OK， 那个呢就是所谓的 free radical， 明白吗？叫做自由基。什么叫自由基？你懂吗？不是自由自在走来走去的基，你知道吗？自由基呢，就是今天会侵害到我们身体的文明病 90% 都是跟它有关系的， OK。 你只要把那个 apple 切一半，你放在旁边啊，一下子过后几个小时过后，你的 apple 变什么色？那个变 chocolate 色，晚上变黑色。为什么它会变色？你讲氧化咯。对的，什么东西氧化它呢？就是自由基，明白吗？包括你的铁块，你丢在你家外面，风吹雨雨淋过后呢，几天你再去拿一下，你的铁变什么？生锈，生锈了，有没有啊？什么东西形成它生锈？自由基，明白吗？包括今天你在家，你都有自由基啦。你熬夜啊，生气啊，种种情绪不稳定啊，因为自由基是无所不在的，明白吗？所以呢，就是因为今天之所以我们的人体细胞会带来这个病呢，就是跟这个自由基有关。所以呢，我们这个太赫兹波呢，它可以为我们身体的细胞呢带来大量的负离子。只要它综合掉这个自由基呢，你的那个自由基就解决掉了，明白吗？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呢充电活化。哎，充电哦，好像没有充电，你有没有充过电？什么叫充电？你的电话我知道了，电话用完了没有 battery 了就要充电嘛，对不对？那你的身体充过几次电？妈，这样撑，这样充？难道你拿你的手指插去那个电头啊？那个叫不是叫充电，那个叫 shorts， 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充电的。你看这个小孩子，看到吗？这个图的小孩子，你看到浅蓝色的吗？这个就是证明他的身体有这个很大的能量波，那个能量波就是我们所谓的太赫兹波。所以呢，你看小孩子，你如果你是家有小孩子的话呢，你看你的小孩子跑上跑下不会累的哦，他只有一个时间累罢了，就是睡觉的时候。如果没有的话，他一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你顾他的那个，你会讲哇，孙啊，为什么你这样的你不会累啊？阿妈的腰骨要断了哦，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他体力充沛，他拥有很多的太赫兹波。来到成年人的时候呢，啊，就是好像很多现在在群里面的家人们，对不对？啊，有的你看他在里面啊，虽然现在听着我讲课，但是他在那边钓鱼了，懂吗？啊，你看到那个哪钓鱼了，看到吗？啊，我就是讲你啊，对对对，是你，没有啦，开玩笑哈。所以呢，为什么你看吃饱饭了过后，他就在那边嘟咕？因为他的能量已经慢慢跌了。来到老人的时候更惨，对不对？他就一直嘟咕。啊，所以从头我讲课讲到完呢，阿宝讲什么好，讲什么不知道，因为他在那边嘟咕，一直嘟咕，一直嘟咕，一直钓鱼。所以这个就是老年人哦。如果你等一下我讲课，你一直嘟咕到尾啦，啊，你就是老人了啊。所以今天呢，如果你不要成为老人的话呢 ，please 把你的太赫兹水喝多一点。我们的太赫兹波呢，就是在我们的微波和远红外线之间，这个波叫做太赫兹波，明白吗？我们每一天呢，都暴露在很多的波当下。但是呢，这些波对我们的身体都有伤害的哦，啊，可是呢，太赫兹波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啊，不是我讲的哈，啊，等一下给你看专科讲的，全部都是博士讲的，而且呢，在未来我们2025年呢，我们的用的电话全部呢，用的科技 6G 呢，他们就是用这个太赫兹波。在去年的11月14号呢，中国已经发射第一枚上去了，哦，如果你们有追看的话，等一下你可以上 YouTube 也可以找得到这个视频，哦，6G 啊。所以往后呢，为什么他们要用 6G 用太赫兹波？因为它的穿透力吸收力很强， OK。 而且这个太赫兹波呢，也不是什么最近的科技，因为呢中国、美国、日本呢，已经2005年呢，他们都已经开始看到而且呢也开始研发这个太赫兹波了。你看到吗？中国建立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中心，包括呢美国呢都把太赫兹波呢列为呢改变世界伟大啊十大科技之一哈。OK， 我们没有度孤。OK， 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呢美国呢都把这个太赫兹科技呢称为改变世界十大科技之一，日本呢也把这个科技呢列为首位，看到吗？这一些是什么国家？这一些是先进国家，明白吗？只是近期几年呢，啊，我们的中国呢就大力的研发，大力的发展
啊，而且呢，所以呢，我们得到的独家的这个产品，就是在我们的太赫兹公司，我们的深圳新兴村拿到这个独特的科技在手。所以今天身为我们家人的一份子，你们要觉得很荣幸啊。为什么呢？全球唯独一家用太赫兹水仪来照射在水的就是我们，所以你要觉得很荣幸，而且这个市场真的是很大哦。OK， 你看啊，太赫兹呢，这个波呢，一路以来呢，他们很多呢都用在安检哦，军事啊，包括军事雷达啊。我们之前你看啊，去到那个机场啊，如果你的身体啊有什么长途啊，他用什么 scan 你呢？他不可能用 scanner。啊，用 X-ray， 它一 scan 下去，你的细胞全部死掉，对不对啊？等一下中辐射怎么办？因为辐射很强，所以他们就会用太赫兹波，因为太赫兹波呢，对我们的身体呢，不会造成那一些的副作用甚至伤害，包括呢，它的渗透力呢是很强的，包括用在军事雷达呢，近几年呢，大家大力的国家，谁拥有这个科技，谁就是先进国，看到吗？包括美国的战斗机都被那个中国的那个雷达呢，就是因为用这个太赫兹波呢，都被一一照录下来哈、哦。包括在医疗那一块呢，很多都已经用那个用太赫兹波来做太赫兹波来做医疗，但是价钱都是蛮不便宜哈、哦。所以呢，全世界呢唯一独家用在照射在水呢，就是我们太赫兹公司哦，用在照在水的，所以你讲值得骄傲嘛。所以呢，给公司一个掌声。好、啊，再接下来，太赫兹波呢，也称为生命光波，也是叫做生命光线，因为呢，它的电波穿透性和吸收性是蛮强的。你看到吗？这边有写，婴儿发射出的太赫兹波是最多的，也是最高的。老年人的体弱多病的，就发射出就比较少，平均发射率就比较低。患病的人呢，那就更低了咯。而且呢，你看啊，太赫兹波它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帮到我们什么？它还可以帮到我们修复受损的 DNA， 激活我们的细胞修复细胞，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身体的活性，细胞活性，有效的消除自由基，看到吗？它还会杀死坏的细胞，变异的细胞，甚至可以预防呢各种疾病的发生。而且呢，最重要最重要，太赫兹波是安全的。我要在这边再三的强调啊，你所看到这一幕啊，不是我们公司写的，你知道吗？我阿宝是在Google， 我去太赫兹技术，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哎，写的很不错，我就把它 screenshot 下来哈、哦，就给你们看。如果卖花肯定占花香。最重要呢，这个花真的是特别香，而且呢不是我沾香，别人都沾香啊，你看到吗？所以今天我们拥有这么上等的科技啊，你还不好好把握，真的是会流失啊，明白吗？包括呢什么叫太赫兹，在市面上我们会听到很多那个品牌，这个也造水，那个也造水，什么也造水，对不对？有的是MERD， 有的是赫兹，在市场上最多的就是你会所听到的某某产品出的，哇，比你们的更好，什么更好？你问他，你的是叫什么东西？我的叫太赫兹，你明白吗？他跑不过的，他一定讲他的是赫兹，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赫兹。我们一个太赫兹呢，等于一万亿个赫兹，看到吗？一万亿嘞，就是比它小十二个零嘞，谁的效果比较快？明白吗？所以呢，肯定太赫兹啊。所以你要了解，太赫兹全球唯独一家用在水的就是我们。所以呢，我不管你是什么产品，只要你不是太赫兹，你就是比我少很多的，看十二个零哎。所以包括你的那个 machine 里面有五个头、十个头都没有用啊，难道你要放一百亿个头啊？没有用的。今天你的 engine 啊，你的跑车。一粒 engine 够紧就好了吗？ turbo 一粒就够了吗？你放三个 engine 啊，四个 engine 啊，你这样放下去，你觉得你的车会跑吗？可以啦，一 boom 下去跑咯，你整个壳飞掉咯，你的人坐在那边咯，有没有啊？所以啊，其实在市面上我们看到有三个头啦，五个头啦，到时有一百个头了咯，是不是啊？很搞笑的。所以不需要这样麻烦，只要一个头就搞定了，我们叫做一个太赫兹等于一万亿个赫兹，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 OK。
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太赫兹这么强呢？就是讲破就不值钱了。你看啊，在这边你看到吗？我们的水，你家的水，你家的水分子团就是这么一团团的。但是用我们的太赫兹照射三分钟过后呢，它可以把你的水分子变成直链型，明白吗？让你的水分子团呢变成比较小 ，OK？ 所以让你的细胞呢容易被吸收。你看到我们的细胞壁吗？看到吗 ？OK， 我们的细胞壁的那个通道你知道多幼吗 ？2 nanometer 你知道吗？人家讲 nanometer 你懂吗 ？nano 我懂，多小不明白。你跟我讲多小，很多人都没有那个概念。但是今天阿宝就跟你讲 ，nanometer 就是拿你一根的头发，一根啊头发，你切掉，切掉啊，切掉了你不是有直径哦 ，diameter。那个 diameter 里面哦，你再分50000个头发的小，小吗？你讲，很小咯 ，2 nanometer 很小哦。所以为什么？你看你在你家的水，你普通的水，你喝一个 liter 差不多要饱了，两个 liter 差不多要呕了哦。但是我跟你讲，我阿宝哦，现在我一天可以喝到 6 liter 嘞。在我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我的下线的孩子，你知道跟我讲什么吗？他的孩子一天喝11个liter 啊，我跟你讲啊，但是我不是叫你喝啊，听好啊啊，那个叫孩子，你不是孩子，我们叫中年人，不要 fight。为什么？他的整个脸冰冻啊，他只是喝了短短不到2到3个礼拜罢了，整个脸好到好好好啊，你看到吗？这个11个liter 怎样喝我都很奇怪啊，但是真的能喝这个小孩子。但是问题是我阿宝就好了，我以前喝水呢，我一天我应该都没有喝上1个liter。现在呢，我可以喝上呢一天水啦，最少4个liter。最近呢这几天呢讲课比较多呢，我一天可以喝上6个liter。看到吗？为什么你可以喝上去？以前你家的水喝不进去，因为我们用了这个太赫兹水呢。照射三分钟过后呢，它可以让你的水分子变成很细很幼，水分子团就容易进入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的细胞就可以得到它所充足的营养。因为水里面有矿物质，矿物质呢，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东西。今天你的身体有矿物质 ，OK， 你没有 vitamin， 矿物质能转换变成 vitamin， 但是你今天吃 vitamin。你的 vitamin 不能转去变成矿物质，你要记得矿物质从哪里来？矿物质就是从你的土地来。土地难道你吃土吗？不可能，你就是吃那个蔬菜水果，因为它吸了矿物质，你吃那个蔬菜水果，对不对？包括从水来，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大多数都建议我的伙伴们，你们要照射要喝水，最好选矿物质的水最好啦，有得选一定选这个水，如果没有得选没有办法咯，就选那个比较清洁的水咯，明白吗？接下来就是因为你这个水分子团变成很细很幼之后呢，它可以让你的细胞容易被吸收，得到它所要的营养。今天你的细胞强大了，强壮了，健康了，它自己做工了。所以呢，我要在这边的强调哦，我们的水呢不能医病，如果要医病找医生 ，OK， 我的水没有医你什么病，所以呢，你不用再问你的上线、你的介绍人啊，你的这个水可以医这个病吗？医那个病，医来医去 ，sorry， 什么病都不可以医。我的水只是让你的水分子变成很细很幼，让你的细胞容易被吸收，你的细胞健康的、强壮的，自己做工、自己做医疗、自己做疗法，全部你的细胞来做的。明白吗？我们的细胞全部有都有智慧的，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个 video 你就明白了，明白吗？所以今天记得哈，你不要再问你的介绍人啊，你的那个介绍者哈，这个医可以那个不可以医啊，什么人可以喝什么不能可以喝。我每次都开玩笑跟我的人讲，只有两种人不可以喝，什么人？死人和铁人啊，一个死了不用喝，一个用铁做的也不用喝，只要你是人就可以喝，记得哈。所以呢那个还有一个心脏方 battery 的哈 ，pacemaker 哈要注意一点哈。那如果最好呢就不要喝，如果他坚持要喝，叫他慢慢喝 ，OK。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那个太赫兹水呢，只是让你的细胞健康强壮了，你的细胞强壮了，健康的人就健康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样讲，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OK。
所以呢，我们人体到底有多少个器官呢？我们的人体总共有79个器官，你看每一个器官都是过百万，你个心脏啊，你要移植手术啊，都要过一个马币500多万，你个肺啊，移植都要马币360万，你个 liver 你的肝啊，都要300多万，骨髓都要300多万。包括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呢会中糖尿病啊，你不要误会是吃糖太多中糖尿病啊，那个是错误的啊，是因为你中了糖尿病才不要吃糖啊，啊，不是因为你吃糖太多中糖尿病啊，有的人没有什么吃糖都中糖尿病啊，你要了解清楚为什么这个人今天会中糖尿病，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 pancreas。OK， 这个 pancreas 叫什么呢？叫做胰脏细胞。胰脏是什么呢？不是阿姨的丈夫哈，那个胰脏啊是一个月字旁的哈，胰脏就是我们的促胰岛素的一个器官。OK， 当你这个器官呢不能促胰岛素呢，你吃的那个好料的东西呢啊，不只是吃糖不了的嘛，你吃好料大鱼大肉哦。当你这个器官不能促一种的酶啊，甚至一种的那种化学成分，就是帮助你消化的啊。啊，那个成分啊，到久而久之损害到你的 pancreas 啊，有一天我放个 video 给你们看，你就明白了。所以呢，最重要呢，今天医生会给你什么？中了糖尿病，医生就是给你吃胰岛素咯，明白吗？所以吃到几时啊？医生讲没有办法吃一世人了，吃到死啊。很多人吃到还没有死啊，腰子不见掉了，怎么要洗腰子了？是不是啊？吃到一半还没有好，他的糖尿病啊，眼睛瞎了啊，吃药吃到还没有好啊。他的脚要被锯了，有没有吗？太多了啊！但是今天很多我们的见证，喝了太赫兹水过后有没有改善？有没有脚不用锯？有没有？太多了。所以其实你看啊，今天啊，只要把你的器官啊养好过后啊，它就可以促胰岛素了。它只要能促到胰岛素呢，它就不可以把你的那个血糖中和了，你的糖尿病不是下降了咯？简单啊，看到吗？包括很多人现在中那个 kidney failure， 懂吗？洗肾啊。阿宝的头啊，手有很多啊 ，kidney failure。所以呢，我要讲啊，尤其现在的人啊，中啊肾脏的哈、啊，越来越年轻化，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人，你看他们的饮食习惯啊，尤其是年轻人啊，很喜欢吃那些所谓的 fast food， 对吗？啊，包括现在的人啊，吃的东西也比较好，生活水准也比较好，所以导致呢 ，kidney failure 的问题呢，就越来越多。其实我们的家里哦，都有一个仪器哦。就是好像我们的肾一样的，就是在你家的厨房里面那个叫做 water filter。 OK， 你家的 water filter 你有每年换它的滤芯吗？还是没有的？我没有就给你用，是不是啊？我们每一年都有换一次滤芯，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换？因为你讲肮脏了啊，因为啊吃下去再喝那个水不好啊，一定要换那个 filter。 但是请问一下群里面的家人们，你的身体那个 kidney 你换了多少次？你讲错，换什么？我的 kidney 好好，换什么？请问一下，你家的 water filter 是过滤什么？过滤水罢了哦。过滤水你每一年都要换哦。你的肾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活到今天40岁、50岁、60岁、70岁，你讲你的肾会不会出问题？你没有换过哦。但是你刚才喝的 Gobi 去哪里？你昨天喝的 Coca-Cola 呢？你刚才吃的咖喱米的汁呢？你刚才吃的 Nasi Lemak 的那个瓜呢？全部跑去哪里？肾啊。所以你的肾会不会出问题啊？看到吗？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人中 kidney 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 kidney 啊只是一次罢了。虽然我知道你有两粒 kidney， 对不对？但是不代表哦 take as a granted， 真的是一 collapse 啊，一坏啊，两个都完蛋了。如果你中了 kidney failure 啦，你这一生人就差不多了。不是差不多什么，你知道吗？是很惨哦。做什么呢？人家可以去海外医啊，你不可以去啊，你可以去朗高医罢了，你懂吗？但是如果你洗肾的不是洗三次的，一个礼拜你一天洗四次，那个洗水的啊更够力哦。我阿宝的手有两个咯，明白吗？洗水的是一天洗四次啊，你没有得去朗高医，也没有去海外医啊，你只有每天坐家坐在家看 TV 罢了啊。所以知道吗？所以你的肾好好顾啊，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水，明白吗？水要喝得够，喝得健康好水，它就会帮你顾着你的肾，甚至我们的脑，明白吗？脑的里面的成分也是用水的，所以水很重要，不要给你的脑干掉。OK， 你看啊，我们的身体全部啊，79个器官都是过百万，
但是有人跟我讲什么阿宝，哎呀不要紧啦，我这样有钱，对不对啊？我知道你有钱，但是要相信一句话啊，未必有货啊。这个不是车啊，车有 spare part 啊，我们的身体没有 spare part 啊。你再爱你的老公，再爱你的老婆啊，他都不能给你啊。所以呢，生命只有一次啊， no take two 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器官平均一个200万的话呢，79个乘一下呢，大概马币2个亿啊。所以呢，群里面的家人们啊，恭喜你们啊，你们都是亿万富豪啊，因为你们现在还健健康康啊。所以你觉得健康重要吗？你觉得水衣贵还是我的水衣贵还是你的健康贵啊？生命才可贵啊，生命只有一次啊，没有重来 no take two 啊。全世界最贵的病的房间是病房啊，你懂吗？全世界最贵的院子就是医院啊。所以呢，没有中过的人他讲，哎呀4500那么贵，你只要进一次医院就知道了什么叫贵。我最近我的那个金伯啊，懂吗？最近才过世罢了。 OK， 他有钱吗？他非常有钱，他的家族非常有钱，明白吗？但是就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进了医院5个礼拜，进进又出出，这样进进出出不是出来的吗？他在 ICU 啊，进进出出啊，5个礼拜花了马币250多千，看到吗？花了钱健康有吗？找不回来，人也回了，看到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要记得啊，生命啊真的是可贵啊。所以人家当跟你讲健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门马上关上，听一下你不会亏损的，喝一下，你的朋友这么乐意做水给你喝，你不是喝一下咯？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你拜的神哦，安排人来见你，介绍给你，就是要救你啊。有可能等一下过几天，有可能你会擦肩 COVID 的人而过啊，就是因为你有喝上这个水，它有一个 protector 啊，它有一个保健啊，明白吗？所以当人家跟我们讲保健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门马上关上，给人家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OK。 所以呢，今天每次我都讲，在你的银行里面呢，你的户口里面有很多个零，但是你没有那个亿啊，那个叫做等于零，明白吗？所以呢，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金钱、房子、车子、权利、家庭，有很多的老婆、老公啊 ，OK， 孩子很多啊。但是你没有了你啊，那个叫做别人的啊。所以你的健康重要嘛，不要给自己倒下来啊，明白吗？生命只有那么的一次啊。你现在不是拍戏啊，卡再重新拍过，那个卡就是完蛋了啊 ，OK。所以呢，我们讲啊，爱妻爱子爱家庭啊，不爱身体等于零啊，有钱有权有成功啊，没有健康啊，一场空啊，看到吗？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已经有这些爱，你有你的家庭了，你已经有权了，就算有钱了，多少不重要，最重要健康，人家讲健康就是财富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太赫兹水呢，可以帮助到癌症是那么棒呢？如果由我阿宝来讲，你会问你是谁哦，为什么我要听你讲哦，对不对呀？但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权威医生。他是权威在哪里呢？他是权威在 cancer 的，就是在癌症的。你看他讲的一句话哈，他讲什么哈，他讲 cancer is oxygen deficiency which creates an acidic state in the human body. Dr. Otto Warburg also discovered that cancer cells are anaerobic.啊，你明白吗？我知道你也不明白，不用紧，我准备给你了。他讲什么呢？他讲癌细胞呢是厌氧生物，癌细胞呢无法生存在高氧的环境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正常的细胞叫 healthy cell， 看到吗？ healthy cell 里面有很多的 O， 这个 O 呢就是所谓的氧咯。所以这边你看 cancer cell 癌细胞吗？它里面只有一粒，看到吗？很少咯。所以今天你只要把你的身体的含氧量呢提高呢，你要中癌症啊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呢这个Dr. Otto Warburg 他讲过一句话嘛，对不对？所以你有听过脑癌、血癌、骨癌、肠癌、胃癌、肺癌、肝癌、卵巢癌、子宫癌啊、睾丸癌，含不当什么癌都有听过，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器官你从来没有听过，癌细胞的。
那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听到吗？你只有听过心脏病、心脏有孔、心脏阻塞、心脏衰竭，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听过心脏癌？因为我们今天呼吸吸的空气，过滤过我们的肺，我们的那个氧气、二氧化碳呼出来，氧气去哪里？送去哪里？送去你的心脏。你的心脏做什么？你的心脏就是 pump oxygen。 pump oxygen 做什么？给你的 blood circulation 血液循环。所以呢，你的心脏就是高氧的地方，癌细胞是无法生存在高氧的环境里。所以今天只要把你的身体的含氧量提高呢，就可以帮到你没有那么容易中癌症哦。因为我们的细胞呢，癌细胞呢也是由我们正常的细胞突变变成癌细胞的。所以呢，当你的癌细胞呢会为什么会突变呢？就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啊，含氧量下跌啊，荷尔蒙失调啊，所以你的癌细胞就慢慢，你的细胞就会突变变癌细胞了啊。所以你看啊，你的癌细胞是由你正常细胞突变的哦。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去做 chemotherapy、radiotherapy 啊、targeted therapy 这些 therapy 去做的过程当中，你的细胞跟着你的身体这么多年了，突然之间它会变得很笨吗？不会的，我跟你讲，它会变得很强啊。所以你去做那个therapy 的过程当中，你在打 chemo 的时候，你觉得它这样站着给你打吗？它不会跑吗？它会跑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你的细胞来的吗？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啊，很多人中癌症呢，一阵子过后医生讲什么？你的癌细胞扩散了。有没有听过？本来是中脑癌的，结果去肝癌，肝癌去肺癌，肺癌去胃癌，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在这样硬对硬啊去打它的时候，过程当中它一定会跑的。其实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啊，那些所谓的抵抗细胞呢，你知道吗？那些抵抗细胞呢，他们自然而然会吃掉这些癌细胞的，你知道吗？只要你的抵抗力强啊，你只要给他料啊，你这些 NK 细胞、D 细胞、白血球呢，它自然而然会缓和的跑去他旁边，慢慢吃掉他的。你没有硬对硬啊，所以他不会跑，他会慢慢吃掉他。等一下我给你看那个 video， 你就明白了。所以来，大家猜猜一下，请问群里面的家人们，哪一个是癌细胞？哪一个是抵抗细胞？猜一下，在那边打我们的 chat 打一下，你是觉得 orange 色是癌细胞呢，还是 yellow 的是癌细胞？来，我们再互动一下，群里面有人吗？ yellow is cancer， orange 还有吗？没有人了，两个人罢了。 oh my god， 我今天跟300人讲话，现在只有两个人罢了啊。我们看 yellow 比较多哦，哇，你们真的是劲哦。所以呢，我们讲什么你知道吗？人不可貌相， OK， 包括细胞也不可以貌相，明白吗？不要看它，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有没有听过？你看啊，不要认为啊人家长得丑你就讲人是癌细胞，它是我们身体的什么细胞？它是我们身体的抗体细胞啊。真正的癌细胞是这个大力的啊，看到吗？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身体的 NK 细胞，我们身体的抵抗细胞，知道吗？啊，所以你看，在接下来的 video 你看一下，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是自然而然呢，他们会去吃掉这个癌细胞的。只要你这个 NK 细胞、T 细胞、白血球这些细胞，你要给它料，给它健康，它就会去吃了。阿巴老师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了，一点点的声音罢了。OK OK， 我以为你的 video 有声音。你看到吗？他追他，看到吗？他追他，你不要叫他的，这个谁叫的？医生叫的，你自己的细胞会的，看到吗？吃掉他了。那看到吗？这个是癌细胞，这个是 B 细胞，它在吃掉了，攻打它了，杀死它了，变死了。
那你的抵抗细胞，绿色的是好的，红色的是癌细胞，看到吗？这个是谁教他的？这是本性来的啊，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会的。所以为什么我讲为什么要增强我们的细胞？你要给他料。你看这样小小一只罢了啊，臭人这样多啊，他都打。这个就是你身体的免疫细胞啊。看到吗？这个啦就是我们真正的解决的方案。所以呢，今天只要你的免疫细胞强，含氧量高，你要中癌症都没有这么容易啊。所以我们的含氧量怎样来呢？我们知道水的架构叫做 H2O， 对不对？ H2O 就是两个氢一个氧。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太赫兹水仪呢，它可以把这个照射过后呢， 把它们变成直链型呢，就是你本来你的水分子团很大，打个比喻哈，今天你的细胞一粒它只有可以进十粒的 H2O， OK， 十粒罢了。但是因为你今天加持了三分钟过后呢，它变成水分子团，变成很细很幼呢，它马上可以进到100万粒。打个比喻啊，你从十粒跳到100万粒，你是不是无形间呢把你的氧气增加了啊？所以你的氧气就增加了啊，你的氧气增加，血液循环好，新陈代谢好，你的癌症都不见了，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喝了我们太赫兹水过后，甚至他的癌症指数没有掉，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个原理就在这边，另外一个原理就是你的 T 细胞、NK 细胞这些白血球，它健康的它自己会去吃掉这些所谓的癌细胞，你明白吗？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癌细胞的，你只要当你的免疫力下降啊，他们就来了。好，比如你那个国家啊，你的兵队军事啊，没用了啊，没用就是不能用了的时候啊，那些黑社会那些所谓的臭人就来了，明白吗？只要你的治安顾得好，兵队好，什么东西都不会发生，是不是这样讲啊？第二，我们会把这个氢呢也是会提高，当你在提高100万的时候呢，你的氢也无形中提高100万。所以很多你在市场上听到什么父亲水、母亲水，什么水都好啦啊，其实那个不好听，讲一句话叫做多此一举。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都是读科学系的。最重要你知道氢啊，在我们的科学里面黑是 number one 啊，第一个它是很轻的，你只要一开它就蒸发掉了。你跟我讲你打打打打打了过后你就喝下去，它有氢啊？我不知道咯，我知道一开下来全部都没有了。如果这个氢啊跟那个 O 啦断掉过后啦，它就不成叫做水了，那个不是叫水。因为水是一定有两个氢一个 O 加起来才会叫水，明白吗？而且呢，如果我给你真的啦，你的水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氢啦， OK， 你的 molecule 这样大，你喝下去还不是等于零，对不对啊？而且它马上打要马上喝的哦，我请问一下咯，马上打五粒的你马上喝完可以吗？不可能啊。所以你看啊，今天呢只要我们拥有这台太赫兹水仪过后呢，你不用去担心什么父亲水母亲水啊，我跟你讲，只要你照射三分钟呢，它就把它列成直链型，它不会跑回来了的。所以呢你放在那边呢，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都 OK， 它都不会连回去了。所以里面它的氧气父亲都很高了的，明白吗？所以呢我还是讲建议大家不要放十个月才喝啦，明白吗？最好是今天明天啊，做几天的水喝就好了，我们喝新鲜的，因为在你开关的时候一定有细菌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喝新鲜的， OK。 那接下来、哦、今天呢我阿宝呢会跟大家讲详细长一点，时间有长一点，所以呢如果呢你们真的要走开也没有办法啦，我是希望尽我的全能呢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呢，所学到的东西呢要传达给你们，对吗？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我希望我的知识
啊，分享给你们呢，你们可以收到，所以呢，希望你们可以听完。还是你们要休息五分钟小便一下吗？需要吗？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就在里面写一个一，好不好？一，一 ，OK， 这样啊啊好，那、啊、好，啊在 ，OK， 我们就休息个五分钟好吗？给大家休息上个厕所下，好，不然等下大家都听不进，很急呀、啊。哇，爆满啊，阿宝，阿宝总监，你的痰，没有啦，大家一出一进，一出一进啊。我是希望给大家、哦、听一下，真的这个、哦。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是的。需要小姐，所以啊、谢谢安琪，谢谢老师，不用小姐。我们太赫兹水，我跟你讲，真的很紧的。我以前睡觉哦，晚上我每个睡觉，我每个晚上都一个习惯了的，每个晚上睡觉都要喝一杯水，嗯，都要喝一杯水的。早上大概七点多八点，整个膀胱胀到要爆炸了，差不多要爆炸了。但是今天自从啊我喝了太赫兹水开始到现在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奇怪的哦，我可以来到哦早上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啊我才去厕所，你看到吗？这个证明什么呢？它的水分子很细很幼啊，很幼，嗯，就是这样。不听 ，OK。哦 ，little mandarin 不用紧啦，尽我所能啦。还有，哦、还有四分，还有四分钟。有时我也是有讲马来课，有时也讲英文课，但是英文课比较少啦。马来课我讲是又到挨到 OK 啦。阿宝老师，有人要 booking 你哦，阿宝老师。什么？有人要 booking 你哦。booking 什么？这个。Sorry, I mean English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English educated. 对对对，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的 English 呢就没有这样强，你要找安琪了啦，安琪出来哟。NG 是吧？新加坡的。啊，对对对，啊，新加坡的安琪老师来。嗯，安琪老师，不好意思，我暂时我有开放呢，只有给我的团队嘛，因为我的马来文麻麻得不了，等下讲出来笑死你们了，等下牙齿掉出来呀。我昨天下午才讲马来课罢了，还好啦，在学习中啦，张波啦，对啦对啦，罗家啊，槟城人啊，哇，安琪和谁咯？你看槟城人到处人才来了，你看槟城人赚最多了，我们的001哟。看下去啊，这里来啊。Facebook 51个。啊，好，我们五分钟，你要通知我一下哈、哦。好 ，OK， 还剩两分钟。好。嗯嗯嗯。拭目以待阿宝的马来克，哎呀，不要啦，要笑死你了。尽我所能啊，如果真的是观众要求，我们再来一趟马来课都可以哦。嗯，但是你不要笑我就好了啦。哇，你们这边有很多马来人是啊？哇，应该是，你看一直要马来课，还是有马来老婆、马来老公？开玩笑哈。谢谢大家。我是希望啦，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呢，
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帮到大家长一点的小知识，虽然不是很多啦，只是说希望你们在市场呢遇到这些问题呢，只要你们解开这些的疑点呢，你们东西很多都会迎刃而解。最重要在这个领域上，我们这个家庭呢，我们要互相爱护这个家庭，真的不要伤害对方，也不要伤害整个团队。我们伤到的话，大家都讲讲啊，这个船大家是一起的，如果大家互相挖洞呢，这个船就好像周星驰讲的，我个船好快啊，咩快啊，沉得快啊，懂吗？啊，所以呢大家要呵护爱护这个家庭。好的，来，还有阿宝，小莹刚刚 call 我临时，我要做分享嘉宾伊丽莎。好的，可以。小莹刚刚 call 我，她有一点状况，那边做不到分享嘉宾。对对对，因为她那边在家装修加什么，说 OK 了。OK， 阿豪说干嘛？因为我联系不到阿豪。阿豪有在啊。我 WeChat 刚才我开不到麦的嘛，我叫阿Brian开麦。啊，对，阿豪听到吗？阿豪。我 WeChat 没有阿豪。阿豪，哎，有在，哦，在啊，在啊，不是小英换伊丽莎顶上哈，小英换伊丽莎，就是等一下那个 Kelly 的，你换伊丽莎，对，OK， 是第几位哈？让我知道第几位了，第二位 ，OK， 好，收到，谢谢。OK， 到了吗 ？OK， 到了，时间到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再 continue 啊！哇，里面还是一样有300人啊！我以为是跌了哦。谢谢你们没有了，哪里机会跌啊？还有很多人到外面进不来啊，全部去了 FB 啊。去了 FB 啊。阿宝老师的厂，对，去在 Facebook 啊，进不来啊，正满人了。哦 ，OK， 好。OK， 来，我们啊，群里面的家人们，我们继续哦。阿豪，你帮我 mute 人啊。OK， 好 ，OK， 来 ，OK， 所以我们再继续下去。这一课呢，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叫血栓。很多人今天之所以呢有很多的病，就是人家讲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到底什么东西不通呢？就是你的血管不通。什么东西导致你的血管不通呢？它很大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血栓。OK， 血栓呢就是。在我们的身体呢，那些拉拉杂杂的肮脏物啊，一块一块的做血块哈，那个叫血栓哈。所以呢，今天只要呢，你的那个血栓呢，等一下 ，OK， 只要呢，今天你的血栓呢阻塞在你的脑的时候呢，你的脑就会中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叫中风，对不对？不是阿公风你哈，是自己中风，走路一拐一拐那样哈。所以呢，如果今天你那个血栓呢阻塞在你的心脏的话呢，那个心脏呢就是要做 bypass， 要做帕波拉，要做这个所谓的放 spring，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那个血栓阻塞在你的心脏呢，它是小条的呢，那个叫帕波拉。如果它阻塞在你的心脏大条的呢，那个叫塞又拿啦，懂吗？就是 C， OK。所以包括现在很多人中那个 COVID 呢，它其中一个原因呢，它就阻塞在那里呢，它就会阻塞在你的肺，那个叫做肺栓塞，明白吗？所以肺栓塞呢，会导致到你不能呼吸，会死亡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血管呢，本来呢，从小出世以来呢，我们的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是 highway。来到有一天，我们因为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渐渐啊，哇，喝酒啦，喝好料啦，吃好料啦，久而久之呢，你的血管就变加烂，啊，变老弄啊，老弄了过后呢，他再不顾的话，又没有运动呢。又没有顾饮食习惯，暴食暴饮呢？有一天你的身体很多这些东西呢阻塞的时候，叫加烂麻地。麻地的意思就是麻地。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麻地的话，如果阻塞在你的肩膀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肩膀很酸痛。如果这个东西阻塞在你的手臂呢，你的手臂就麻麻酸痛，对不对啊？如果你阻塞在你的脚呢，你的脚就酸痛一样咯。但是如果阻塞在你严重的器官呢，那个真的是有生命的危险。
明白吗？如果呢我们被阻塞的话，医生会做什么？他第一个东西叫你吃药，吃药呢他会把你的血清你的血块清掉，对不对？但是它清不掉这个东西的哦，因为做什么？这个东西粘在你的血管里面，你明白吗？所以呢，你知道我们的身体的血管知道有多长吗？啊，来长一个知识，我们的血管加起来呢，可以绕整个地球两圈半。听好哦，你有循环过整个世界，环游地球吗？环游世界吗？我阿宝没有。但是你知道地球有多大吗？它环绕整个地球两圈半啊！你讲你的血管长吗？你的血管全身这么多地方，如果你的身体已经酸性了，已经浓稠度高了，你的血你这边塞那边塞，你 operation 可以吗？你吃药可以吗？不能。你要解决到方案就是把这个血栓清洗掉。这个血栓呢，就是好比如我们家外面，你看到吗？这个龙杠，你外面的龙沟啊、龙杠啊，被阻塞了啊，那些东西肮脏东西阻塞了，你要怎样去清洗它？你每一天放洗衣粉啊，你每一天放清洁剂可以吗？不能啊，你要放什么？你要加水，对不对啊？给它淡化，但是你用你家的 bath water 可以吗？可以，六个月咯，一年咯。所以慢哦，所以为什么你要我每次叫你们要大量喝水？因为你喝大量水就好像用什么用 bomba， 你懂吗？ bomba 的 water 一封下去，它的全部东西都提到完了，干干又净净。所以今天我们呢、啊、介绍人介绍你们，叫你们喝多一点水，不是因为你喝很多水我可以哦聚拢入水，你知道吗？是因为你喝了多一点水，你把你身体的肮脏全部东西都清洗干净。所以每次我都讲，当你们在喝太赫兹水的时候呢，你们上厕所呢，记得看一下闻一下哦，你不需要整个头下去闻啊，明白吗？你站着你不要冲先，你差不多要晕了的。为什么我要叫你做这个动作？因为你不知道原来你大出来这么多肮脏的东西。你讲我太赫兹水没有效果，不是没有效果，是你没有看到这些拉拉渣渣的东西。因为我有很多的见证跟我讲，他们大便出来呢，有黄黄的一层，有的白白的一块一块，有的有很多血块。包括最近我有一个伙伴，昨天我才知道，他一路以来呢，他都是崩血的，你明白吗？女人崩血来30天没有停的，结果呢，他喝了我们太赫兹水2个月。他崩血的问题呢，可以严重到他在阿拉斯塔可以直接进医院，然后可以进医院呢，他的崩血程度是很严重的。结果呢，喝了我们太赫兹水2个月过后呢，他有一次在上厕所没有来月经啊，他是整个血块崩出来的。他昨天讲有要拍照给我啦，有拍照要送给我看啦，但是还没有啦，到现在。等一下我再追他一下。他讲自从那个血块出来到现在啊，他出来他讲啊，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你看到吗？包括我有很多啊的见证啊，他们去大便小便的时候嘛、啊，便秘的啊，喝了2个月3个月，他讲喝了水没有见效，我讲不可能，你跟着我的方法喝一定可以见效的，因为他的那个壁啊，那个肠的壁阻塞很久了，所以久而久之我们这些肠的东西啊，你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洗干净的，你要多一点水给它沉淀了，它慢慢才会出来。所以这些东西一出来硬化的，它阻塞在你的那个大便的洞那边，要出的时候不能出，你就觉得哎，为什么我喝了你的水一阵子可以小大便，现在又大便不好，好像又便秘回来了。其实不是，它是阻塞，只要这个东西一出啊，你往后你的大便就很顺畅了。所以呢，他大概喝了3个月过后呢，他大便出来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听到砰一声了、啊。我讲，哎，你没有拍照啊？讲，那你能拍？整个都大便到完，怎样拍？你看到吗？包括我的伙伴都有小便啊，男人从他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啊，哗出来啊，你讲啊，够力吗？他出2次啊，因为我的这个伙伴不大喜欢喝水的 ，1.5 liter 可以喝3天啊。现在他一天可以喝4个liter 啊，我讲你进不了啊。所以今天只要把我们的这个东西血栓啊清洗干净啊 ，bomba water 啊喷一下啊，你慢慢你的血液、你的血管呢就慢慢变回加烂，变慢慢呢它又变回 long，
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讲只要血液循环好，新陈代谢好，你什么病都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很重要，为什么要叫你们喝多多水的用意就是在这边。所以呢，我敢跟大家讲，我的产品不可能没有效，只有你没有喝，甚至你喝不对的方法罢了。所以很多人呢，阻塞到他的那个脚跟呢，那个就是叫做静脉曲张咯，是不是啊？所以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你看啊，就是我们每一天累积下来的。所以你看啊，在那些高血压的人啊，他们医生一定给他吃什么药呢？就是一个清血的药，第二个就是宽胀血管的药。所以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它会宽胀你的血管，你的血管就通畅无阻咯，对不对啊？当你的那个药没有效了的时候，是不是又收缩啊？你又在吃药，它又扩张；你没有吃药，它又收缩；你又在吃药，它又扩张。你拿 rubber band 拉放、拉放、拉放啊！你拉一千次，看什么事情发生？那个叫断。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啊，吃药吃到爆血管，有没有听过？因为你的药啊，导致啊我们的血管啊，因为我们的血管有这些拉拉扎扎的东西粘在一起啊，久而久之呢，它就会硬化，硬化呢，它在收缩。啊，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它就会裂，它会闭血管，原因就是在这边。所以今天呢，你只要水呢，它又可以软化你的血管，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呢清掉过后呢，你的血压高呢就降低了，是不是啊？你不是没有高血压了咯？了，而且呢，只要清洗干净过后呢，血液 everything good good 的话呢，你要得病啊，要高血压也没有这么容易了，是不是啊？就这么简单罢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头一开始你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吃药，但是加上我们的太赫兹水，你明白吗？包括我最近昨天我那个马来人啊，他只是喝了我们的太赫兹水四天而已，他的血糖一路以来最低都要14到15，四天下到 5.8。昨天他跟我讲，我的高血压160、150的，现在130。看到吗？我只是见他一次讲一堂课罢了，我都不知道他会买，结果真的是变成我的团队。你看到吗？所以我们要给人家了解，吃药呢是暂时缓和你的病，但是它一定伤你别的器官的，它会伤那里，伤你的肝，伤那里，伤你的肾。所以今天你就问你的顾客，你觉得今天你要喝水可以帮到你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你要吃药帮到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你自己选。我跟你讲，很多都跟你讲，我选喝水，所以快点喝水，喝我的太赫兹水。所以呢，今天这个video 呢，也是在我们的群里面的哈，我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东西要讲什么东西？好，比如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是他拜神的一个放香的东西啦。只是说呢，这个人本身呢，他的老公呢要丢掉，他老婆不舍得丢掉，结果呢，他就拿来镇在我们的太赫兹水。我这个 video 要跟大家讲什么东西，就好比如我们身体里面的肠胃啊，有这些很多拉拉杂杂，每一天我们所吃所的东西沉淀在里面没有排出来，就是这么多的污垢，对不对啊？你要怎样去清洗？你单单靠药物啊，你单单喝洗衣粉下去都洗不掉啊。所以呢，你看啊，他只是用我们的太赫兹水拿来镇，好啦，他拿来镇两天。两天过后你看什么事情发生，看到吗？这些东西肮脏的东西全部浮起来了，看到吗？所以看到吗？几好啊，你看啊，多好啊。对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有很多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啊，我们不是用言语啊来讲的，而且这些肮脏的东西呀、啊，你要靠什么？你要靠这些水来把这些东西全部清洗干净。所以每次你们喝了太赫兹水呢，一定要看一下，那个是你的大便来的，你的小便来的，不是别人的。不要嫌它肮脏，看一下，很多的答案都在那边。包括有的人很多小便出来哈、哦，他们有污浊啊，包括有的出血的。好，包括有的是泡泡很多的种种，所以你们要看，这些就是答案 ，OK。所以呢，每次我都讲，今天不养生呢，明天就养医生；今天不保健呢，明天就养医院。
我们年轻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希望有一天老了可以安享晚年。但是真的有一天要安享晚年，要去 retire pension 的时候呢，才发觉到，哎呦 ，spare part 坏了，哎呦，健康出现状况了。你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拿给 doctor， 我要买回我的健康。但是你给了钱啊，未必买得回啊。这个例子真的是太多了啊，所以群里面的家人们啊，记得啊，保健要趁早啊，不要等到有一天你中了病，有了问题，你才来找啊，来不及了啊。所以呢，今天我又没有叫你吃保健品，我又不是叫你吃什么药，我叫你喝水罢了，对不对啊？而且水是那个水是谁的？你的啊，那个水是你的啊，看到吗？所以呢，这么难吗？连喝水都不能，真的很惨啊。所以今天记得啊，多喝太赫兹水哈。所以我们的太赫兹水呢，它有五大功效：低频率、低粘度、抗辐射、杀菌和抗氧化。它的低频率呢，就是 low frequency， 所以频率越低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吸收力呢就越好，明白吗？包括它的低粘稠呢，只要照射三分钟过后呢，它可以让你的那个水的那个粘稠度呢高达哈，它会清掉680倍。所以你可以 try 看啊，我们家的里面很多的 bottle 啊，你放水久了啊，一两个月过后还是一个礼拜，你去摸看，你倒了水出来啊，它会滑滑的。但是你放开太赫兹水，你放一个月两个月啊，你倒掉那个水，你去摸看有吗？没有的。所以这个叫做粘稠度咯，所以这个粘稠度就是会阻碍到我们的细胞吸收咯。所以我们的太赫兹水强点就在这边咯。第三个就是抗辐射，所以你在外面的时候啊，如果啊有时啊，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喜欢拿来喷啊，在外面我们可以拿来喷，哦，它可以帮助我们抗辐射。你不相信，你明天哦晒太阳的时候你喷一喷一边，另外一只手你不要去碰，你去 test 一下晒一下太阳，你看什么不一样啊，你就知道了。因为呢这个呢有碰的呢没有这样晒伤，这个呢已经很痛了啊。包括我们的阿豪呢已经做过这个例子，包括我们的团队也很多做这个例子的，你不要相信我，你自己去 test。 而且呢还可以美白很多啊，包括呢它可以杀菌。为什么会杀菌呢？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oxygen 啊，记得啊，杀菌啊不是杀病毒啊，你不要跟人家讲哦，这个来喷喷喷啊 COVID-19 死掉啊，啊不可以啊，那个叫病毒，哦，这个叫杀菌，明白吗？杀菌有很多的病菌啊，像我那个我们有讲什么红啊，那个毛菌啊什么东西的菌，明白吗？所以呢因为有氧气，接下来呢它有抗氧化 antioxidation 啊，刚才有讲了咯，就是所谓的抗自由基咯。我们有五项的专利和13项的认证 ，OK。所以呢，没有这些认证和专利，阿宝都不敢做啊。所以证明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东西呢？这个太赫兹水仪呢是安全的，你们放心喝吧，明白吗？如果不放心喝也不用紧啊，因为都已经造就了这么多的见证出来，而且很多的健康的见证都有了，包括都造就了很多的百万富翁出来了，甚至要千万富翁都有了，对不对呀？所以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啊，真的没有办法了，你明白吗？所以呢不要拒绝人家，听一听喝一喝先，真的喝了不要才不要啦。其实很简单的，我讲一句话，难道今天你不要用太赫兹水照射那个水，你就从此不喝水了吗？很好笑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喝水的吗？只是你要喝水的时候加持三分钟。如果你今天不打算要买的时候也不用紧，你跟你的介绍人买水还喝先吗？尝试喝到一天 OK 了，你才打算要买不买水一样啊。好，比如今天我这个今天那个见证啊，我跟你讲，今天只要你拥有这个水仪啊，这个好像一个护身符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你看我那个做了3-4个月了啊，今天他不是老公被国人定了吗？对不对？他叫我去做水我也不能去啊，做什么？因为那边重啊，我想去可以，但是我讲我的水要去哪里？我讲放在 guard house 给你可以吗？他讲不可以哦，因为我们穿 pink color 的哦，不可以出门哦，对不哦？那我讲，那我怎样进去给你呀？你的 got 进去了哦 ，got house 给我进的话啦，你进到 lift 那边，你要滴滴滴的啊，你又不能出来滴滴滴，我又不能上去，你看到吗？我还跟他讲不用紧，这样哦，如果我寄一台给你，你 OK 吗？啊，我寄一台给你啦，因为我不能去吗？你也不能下来吗？后来他讲什么？不能哦。我讲怎么呢？他讲哦，我们那边哦。要 deliver 来哦，我们要下去 guard house 拿的哦，
你看到吗？这个东西都已经发生了，所以每次我都讲，今天你不要以为、哎呀，不要紧啦，我有朋友做水给我啊，不要紧啦，我等我要的时候才跟你拿。你看啊，现在他有钱要买都拿不到我的水衣啊，他不能下来，他要喝到水都不可能啊，因为他的水也剩最后一桶了啊，我要帮他也不可能啊。我讲等一下我去到你的 house， 你的 house 不要给我进怎么办？你看到吗？所以啊，每次我跟你讲，这个4500拥有这一台是那么的贵吗？当你的家人出现状况啊，那真的早上打电话给他讲到要哭啊，因为他怕他的啊老公进去了过后不能回来啊，因为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打个比喻不好听啊，今天本来你是 negative 的，因为 check 到是，因为 check 错啊，打个比喻啦，你是普通的 ，check 到你去到整个那个地方全部都是 quarantine positive 的，你 negative 会变 positive 啊，你本来没有事都变出事了，是不是啊？所以每次我讲，今天拥有一台水衣在你的家是一件好事来的，你 anytime 可以喝上一个健康好水呀、啊。虽然我没有一些的所谓的数据或者是一些的证据说。帮助啊，那个所谓的 COVID-19 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有很多我的见证了。我不管你相不相信都好，打个比喻，今天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你这个问题？唯有呢，大量的喝水，因为你进去里面也没有东西做，医生也是叫你喝水罢了。所以你喝到健康好水啊，加上我们的 Vitamin C， 甚至一些保健品。都 OK 了，明白吗？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有数据报告 report 的，不是听阿宝讲讲人家没有相信。我跟你讲，我阿宝大学毕业的，你是哪里的对吗？我是从哈佛大学毕业，比方讲啦，是不是有见证？这些就是我们的数据讲啦，怎样做啊，什么东西啊，看到吗？啊，这些东西看到吗？怎样去抗菌啊，这些全部不是用讲，我们都是有 report 的，看到吗？ OK啊，包括我们最近公司也拿了哦 ，the top brand，OK，excellent、okay? brand of the health 啊，你看到吗 ？Southeast Asia，OK，、okay? 这个就是我们整 set 的太赫兹水衣哈、哦，而不是你看到好像一个烫斗这样不了哈、哦，是整 set 啊。如果你家没有过滤器的话呢，它这台水衣呢，它有附送这个过滤器给你哈、哦、，OK， 啊，了，这个是限量版的，所以呢，今天只要我们的细胞健康呢，人就健康 ，OK。所以细胞健康的过后呢，我们的器官就健康，器官健康呢，系统就健康。今天只要我们的身体系统健康呢，我们的人就健康。OK， 所以呢，讲回去呢，记得我们的细胞要健康呢，需要四样东西，就是阳光、水、氧气和营养。OK， 所以呢，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呢，就没有一切。OK， 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这个是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们的公司希望把这个仪器呢，把这个福爱呢分享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就由你开始。 OK， 所以我今晚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啊，我们交还给我们的时宜阿豪老师，谢谢。谢谢我们的阿宝总监所分享的经历。阿宝总监他不是一天就变成这么厉害，知道吗？经过了种种的障碍，种种的石头啊，碰墙壁啊， everything， 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阿宝老师。所以他所讲的东西都是他从肺讲出来的，我们讲他肺腑之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只要我们有喝水，喝好水，喝健康好水，只要你认可这一点，我跟你讲，奇迹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今天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一起，这一次会在一起是，就是因为我们有福气。只要我们有福气，我们把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好水分享出去，那个回报啊，我跟你讲，真的是一级棒，真的是一级棒。所以今天我们有几位分享嘉宾在我们这个群里面，我们邀请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喝过的水过后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一些见证，让大家更有信心
在我们这一个领域哈。那么首先我先邀请啊，我们邀请第一位分享嘉宾，那就是苏珊娜。苏珊娜你在吗？在，听得到吗？ Okay, 好，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见证分享交给苏珊娜，有请苏珊娜。OK，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沙拉越明杜鲁的苏珊娜。首先，我要感谢太赫兹公司的原董事长李董、陈总、周总和马来西亚太赫兹有限公司老板全哥，以及全体策略会委员们。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介绍人，也是我的堂姐 Sandy， 是她让我认识了这么棒的太赫兹水仪。我还要感谢我的领导阿贤哥和我最尊敬的阿宝老师，谢谢你们的无私的教导。接下来我要分享我自己本身的见证，那就是困扰了我20多年的雀斑。一开始我也是抱着尝试的状态来喝喝喷，一开始我也只喝 1.5 公升的水，之后接着听课才让我知道，想改善自己的身体的健康需要大量的喝水，所以我就开始了每天5公升的水量。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我发现我脸上20多年的雀斑淡化了，脸色好看了，之后我就更加的努力喝水，一天的量提升到 6.5 公升到7公升。我身上还有一个困扰了我19年的妊娠纹，我也有尝试过去美容院买产品。大家都知道，妊娠纹如果要它完全消失，去美容院一定要花很多钱。买产品来使用的话，因为纹太深也要买很多，所以以上的两种方法我都放弃了。就在上个月，我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碰这些妊娠纹，一天碰2到3次。一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的妊娠纹也有改善了，颜色浅了，我的肤色也白了很多，这让我更加有信心继续努力用下去。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我一个顾客的孩子，他从小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结果造成他发羊癫，还好那次有被医生抢救回来，但是从那天起被医生警告说，他的女儿从那天起不可以玩再玩毛质的玩具，因为会导致他羊癫疯发作。所以从小到现在6岁了，他都不能玩那些毛质的洋娃娃。自从我送水给他喝的时候，他就一天给他女儿喝上2公升的水。原本他每个月都要去药剂行买洗皮纸的药水给他女儿。自从有了这个太赫兹水，他都没去买了，他就直接用这个太赫兹水来帮他女儿洗鼻子，洗了一个多月，他发现他的女儿对这些毛质的洋娃娃不会再有反抗的现象，鼻子敏感也好了，所以他也很感谢有这么棒的太赫兹水仪。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我要在这里奉劝群里的家人伙伴们，大家记得，如果你不是肾功能不好或是排水系统不好，请大家记得大量的喝太赫兹水，它真的会帮助我们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也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抗体来对付 COVID-19 的病毒。好的，今晚我就分享到此为止，大家一起努力加油，谢谢，晚安。哇、哦、原来我们的水还有这么好的哈。所以大家家人们，只要你对一些有就讲说有些敏感，像对我们的小狗狗的那个毛有敏感，猫有敏感的话，哎，这里已经可以让你解决这个方案了哈。所以我们的经验非常非常的够力，
只要你肯分享，我们都会踊跃的去参考你的见证分享哈。好，谢谢我们的苏珊娜 ，OK， 谢谢你。那么再来第二位就是我们的伊丽莎，我们是伊丽莎飞马哈，她今天会要够够力的分享她的见证哈。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伊丽莎。谢谢我们的主持人阿豪老师，谢谢你把我邀请的这么够够力啊。好，我是伊丽莎，我本人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首先我要先感谢我们的深圳新青春严董事长李董、陈总、李周总以及团队们，而且更加感谢我们的马来西亚太赫兹马有限公司老板全哥以他全体的策略委员。再来更加感谢的在线的朋友们，大家问声好，新旧朋友们大家现在好。更加少不了要感谢我们的001梁总，感谢他的慧眼啊，把这么好的水一带进入了我们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位大贵人，就是今晚的主讲者阿宝总监，他就是我本人伊丽莎的大贵人，也是我的介绍人，非常感恩他把这么好的东西带到了我的生命里面。我本人也是在2019年11月有缘遇到了这个太赫兹水银，这个是我当时候的我2019年12月份，我们在深圳跟严董事长合照的一张图片，一张照片。当时候的我本人呢，其实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是太赫兹水银，什么是太赫兹光波也不懂，但是我没有考虑这么多，经过我的介绍人阿宝总监，我只是当下只是这样喷一喷我的头发，我就把它请回家了。因为我本人是困扰着我很多十年的这一个头发的问题，哪怕我用了好多千好多百的这个头发护理，也不能达到我所要的要求。怎么说呢？因为本人的头发呢，就是非常的干燥，风吹都很羡慕一般女性的朋友，长发都飘飘柔顺的，而我就没有这一个的效果。结果我就接触了太赫兹水的那一刻呢，也感受到头发有很明显的顺滑，然后我就把它请回家了。在我请回家过后呢，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啊，什么是太赫兹水啊，什么是太赫兹，然后用了什么的效果，包括很多很多的见证在先发在群里面，我也看了很多啊，然后是真的吗？真的吗？也很多的怀疑当时候的我。然后也会在我自己身上也不感到怎么样啊，我喝了这么多也不觉得怎么样，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吗？真的可以吗？直到我一直在使用不断的在看这一个的见证哦，在群里面，然后同时间呢又刚巧遇到2020年是我们马来西亚第一次三月份的第一个 MCO 嘛，就是大家很得空在家，那我就把那个时间就多学习，我就去上网，梁总当时候也开了很多很多的 online 的课程，我就进入去学习去学习去听课，哦，原来是这么棒的一个东西，然后慢慢真的体验到在自己的身上。经过这一年，我只是单单的喝水，相信有见过我的人他们都看到我现在的改变。这一年多来 我只是喝这一个太赫兹水，并没有吃任何的营养品，并没有吃任何的所谓的什么 Omega 鱼油之类等等，营养是没有，甚至说我们讲 Vitamin C 我本人也很少很少的喝，在那一个时候我只是每天都是喝太赫兹水，甚至把太赫兹水用在我的生活里面，煮饭啊、抹地啊、抹桌子啊之类的，我都是全部都是太赫兹水。在我的家里面其实各个角落都有放着太赫兹水的，包括跟住我的小狗，我小狗已经跟住我12年了，我也是让他喝上我们的太赫兹水，也帮助了他，也帮助了他的这一个眼膜，当时候我也不知道狗狗的眼膜，我眼膜人的眼膜我也不懂是怎样，狗狗的眼膜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只是奇怪这么白白的，然后也不知道太赫兹水能不能够帮助他，因为那个是在去年 MCO 三月份的事情，那我就把它抓来喷，然后想到本来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才把它带，我们才能够出来，才能够去看医生。然后我就说每天这样跟它喷哦，喷了哦。结果呢，我们开放出来的时候呢，它也不需要再去见医生了。到现在呢，整个眼睛很明亮，已经那个墨已经没有了在那边。
然后我本人呢，其实是在太多太多的见证了。我讲近期的就好，我自己本人其实有面对这一个好数十年的一个被烧伤烫伤的一个印一个疤痕。经过了我们我喝了一年多来的这个太赫兹水呢，真的是浅化了我这个陪助我成长的一个疤痕。然后再来呢，不止浅化了我的数十年的这一个伤疤，还疏通了我的经络。我们讲太赫兹波不只用在水的分子小，其实同时它也能够帮助我们舒筋活络的。的确这个也发生在我自己本身的身上，因为我面对已经有十来年的这个脚小腿和左脚，在我的左脚的这一个紧绷甚至到麻的，因为我的脚受伤嘛，就是我想的烫伤烧伤在小时候。这一个也无法是去医生也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已经有找过好几位医生也无法解决我这个脚部的问题的。直到遇到了太赫兹水仪呢，我当时候我买下是因为我的头发，没有想这么多，我就把它请回家。喝了一年多后来呢，让我渐渐的发现我的这一个的经络的麻痹是可以麻到可以给医生拘咬的了，那种感觉是肿胀麻痹的，然后已经不再困扰着我了，喝了一年多来的太赫兹水。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腰酸背痛啊，尤其是我们女生啊，要来月经前啊，都会腰酸酸酸的感觉。而我自己呢，喝了太赫兹水过后呢，这个状况也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这个状况。然后精神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我本人大多数有时睡眠都是不是很太充足，但是不好学习我啦，真的要好好的有一个足够的睡眠。再来我讲我最新的我的伙伴的见证，我来自一个伙伴的见证，他是一个小男生，现在是19岁，在他三年前他已经面对一个尿道发炎的，16岁的时候，这个小男生呢，他当时妈妈带他去一个著名的医院里面去看诊一位医生，然后结果处理了过后呢，他还是有一些的橙红色的血丝当他小便，然后最后医生是告诉他说他们也只能够到是这样，这个小便是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再医治好了的，属于正常，医生当时候是这样跟他讲。结果呢没有办法咯，就是这样的过了三年后遇到了我们的太赫兹水仪，也就是在今年里面的大概四月份左右，对，这个小男孩就通过我这位伙伴送了这个太赫兹健康好水给他饮用，4天而已。你知道吗，这个小男生他不止在三年前患这个尿道的问题，在三年后其实他也已经发生了他的接近是血癌的状况，白血球的问题。所以我这个伙伴就送了水给他，只是喝了4天过后刚好有一个检测去见医生医生他的癌指数已经下到来了，医生说如果他不下呢，一直严重下去他就是要开始进医院接受治疗了的。很庆幸的我这个伙伴把这个水送给他喝试试看就给他喝，结果4天他的指数已经下来了，不止这一个这么棒的效果，而且还把他这个困扰他三年小便流这个橙红色的尿液出来已经转回是浅黄色的尿液了，你说这个棒不棒？所以讲到我们的太赫兹水，我们太赫兹波造出来的太赫兹水能够帮助我们杀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无可否认的东西。再讲最新的，今天刚刚我几位的一个伙伴跟我分享，他们都已经是购买了这一个太赫兹水仪的，他们购买也是因为感受到它的效果，所以很快就把它请回家。然后但是呢十来天过后呢，他们就有面对一个问题来了，他讲我一个其中一个是皮肤的问题，他碰了很好已经解决他这个状况，他就把水仪请回家。过后十来天过后呢他又来了，他就说问我的伙伴怎么这么痒很痒很痒，他全身很痒，而他不是牛皮癣，他是一个湿疹的问题，他全身很痒很痒，而且这一位还是一位老人家，是80多岁的老人家，
他讲很痒很痒他全身、哦、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喝水的过程当中、啊、因个人的体质而异了、哦、有一些人就会出现这一个我们所谓讲的好转反应，所以他说当时候我试的时候很好啊，已经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的皮肤问题都解决，我就把它买回来、啊、为什么现在我喝了十多天过后我的这个皮肤很痒啊，全身都很痒，他讲。所以、哦、我要给大家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啊，就是有时候会有这一个状况，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因为必须要让它有一个过程啊。啊，我们这个身体今天有面对的健康状况，也不是一两天一两年的事情嘛。哦、啊，我们也不是药哦、啊，我们也不是来控制你，是来提升我们自己，活化我们自己的细胞的。所以需要给它有一些时间去调理啊。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讲便秘，我们大家众所周知，便秘的人喝过我们的水都解决这个问题的，对吗？但是呢，现在有两个的状况回来、哦、就是他们喝没有，本来没有喝水是没有便秘的，没有，他就会跟你讲没有喝我们的太赫兹水还好，喝了过后、哦、他讲他便秘了，喝了我们的水他们讲便秘了，已经便秘了十天八天了啊，这个又是什么的状况呢？这个东西说、so, 我是讲出来分享出来呢，就是因为他也调整过后他跟我讲什么嘛，你知道吗？过后他跟我讲哦，他我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有把好转反应的东西给他们看嘛，过后他们十天过后呢、哦啊、已经知道哦，为什么、啊、这十天本来还没有便秘的、哦、刚开始喝我们的太赫兹水他也没有便秘的，但是喝了一个时间哦，可能就是在一个多月过后他就有面对了便秘十天，然后他现在了解到了所谓的好转反应，然后这个便秘的状况也是过了，现在他也不再面对这个所谓的喝了过后他没有便秘变到便秘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哦、如果过程中我们在喝住的时候呢，也不用太过担心这一点，因为必须要让身体有一些时间，毕竟我们不是药，我们不是来医治我们的疾病的，我们是来调理我们的自身的免疫细胞的、哦、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男生的这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已经有发现了，我相信大家都懂，太多太多的年轻人已经是癌症年轻化，我们所讲的的确、哦、曾经我身边的朋友也是有一位十五六岁罢了已经离世了，也是因为癌症淋巴癌，当时候可惜他没有这个福分。我就希望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缘分跟福分，来到这么新的科技，拥有一台这么好的水仪，我想请大家真的好好使用它，也好好把它去分享给所有的身边的亲朋戚友啊，哦、不要放弃，这一个是的确能够让我们挽回这么简单，通过水反正每个人都要喝的，所以能够这么简单让我们挽回我们的健康、哦、嗯，我伊丽莎今晚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交回我们的阿豪主持人，谢谢你阿豪，谢谢大家的聆听，晚安。好，谢谢我们的飞马伊丽莎，哇，大家看到了没有，只要你相信，你只要喝对的水，奇迹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哪怕一个月两个月没有效果，再来只要你坚持喝下去的话，肯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看这么严重的慢性疾病会慢慢的康复，所以这一个水它不是一个医疗器材，不过它可以让你的细胞激活，甚至什么，甚至能够修复你们自己的细胞，让它成长，让它能够对抗我们不好的细胞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第三位分享嘉宾是莫娜，莫娜你在吗？我在。OK， 哇，这个见证真的是太好了哈，莫娜，把一下的时光交给你。好，谢谢阿豪老师。好，各位太赫兹家人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我要感谢公司、深圳新兴村严董事长李董、陈总以及周总、感谢马来西亚太赫兹马有限公司的老板全哥以及全体策略委员们、我也要谢谢我的介绍人、很有爱心的朱阿姐把我呢加入这么棒的一个公司。
我也要感谢我们的至尊宝领导阿宝老师，谢谢他呢无私的教导。我是住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巴杜嘎加的莫纳，我是一名癌症病人，然后呢在2020年7月中的时候我就确诊患上了乳癌第二期，而且呢也中了三条淋巴线，然后呢在 CT scan 的时候呢也 check 到呢我的子宫呢也有那个什么肌瘤 fibroid， 所以呢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中癌症，因为呢朋友都很惊讶的呢就跟我说，你这么会照顾身体的为什么还会中呢？这样我就讲既然中了就没办法，唯有要去解决嘛，所以我就在八月中决定就要去做手术，就把我两个的乳房然后呢子宫腋下的那些淋巴线全部切掉哦，然后现在呢我已经做完了我每三个星期做一次的那个化疗，然后过后我其实还要做那个什么标靶治疗，我们叫 targeted therapy。 这个 therapy 呢哇很贵，一次呢如果是 original 原价是10,000，所以呢这个呢我要做整18次，就是做整一年。不过在我做第五次的时候呢我就不能做这个治疗，因为这个治疗它会影响到心脏，我就是其中一个不能做这个治疗了，所以呢之后医生就叫我不能做这个治疗，这样就做电疗，但是呢电疗我就不做了，我拒绝了，所以next 就是要吃药哦，所以呢 step by step 就到我现在在吃药，不过吃药呢也是会影响到我的那个皮肤的一些敏感，不过没办法我们要吃。其实乳癌它是有很多种的，有些呢我们是看它的那个癌细胞它是属于是荷尔蒙受体呢还是没有，而我的是三个加，就是 ERPR 都是加加，所以我是以荷尔蒙受体的，所以有一些食物呢我是不能吃的，比如说那一些 royal jelly 啊，那一些什么燕窝啊，那些很润的可以刺激到那一些激素的东西我都不能吃哦。还有一个就是 HER2 这个呢我也是加，所以我有三个加，而这个三个加这个 HER2 它是怎样说呢，它是很恶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就要做那个 therapy targeted therapy， 但是因为我是不能嘛我没办法做了，所以我就我有吃药了控制那一个荷尔蒙。所以你们知道吗，我在化疗的时候我的那些化疗药呢把我的那一个好的细胞坏的细胞都已经杀掉清除掉，就好像一棵树它呢就把我呢先割掉 OK 先砍掉，就是我的癌细胞已经砍掉，但是我的根还在啊，所以它就要用化疗要把我的根全部清除。问题是它的药下来把我好的跟坏的细胞都杀掉，这个我们没办法的哦，我们唯有呢这样子呢去做这个化疗去杀掉那些癌细胞。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哦，我们的身体有多伤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的红血球跟白血球呢是不达标的，就是指数很低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做化疗的哦。所以医生呢那时候呢他也是没有办法呢，他叫你打些什么加强他那个白血球的针啊，或者就输那个血液我也曾经做过，不够血我要去输血。所以这一些除了这些之外呢，医生也没有叫你做什么东西的，他唯有跟你讲喝多点水哦，把你身体的那些体内的化疗的毒素呢排出来，唯有这样子哦，就是紧灸插灸啦，然后你这边痛他就以你那个，哎，你有敏感他就给药你吃，就是这样子，你有便秘他就给你吃便秘的药，就是这么多。所以在化疗的那个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副作用的，
但是是因人而异哦。有些人会晕啊，会呕吐啊，会恶心啊，吃到那些臭的东西，然后睡眠不足啊，累啊，而且呢有便秘，然后呢最重要是他是不能排汗啊，我们就是不能排汗，所以呢食欲又下降，吃不下东西，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比较幸运啊，可能我体质呢之前呢有做一些保养啊，所以我体质就比较好，我没有晕，那时候我没有晕啊，没有呕吐，然后呢只是身体呢发热气啊，便秘啊，食欲下降这些也有啦，然后身体呢比较容易累啊，我喜欢就躺在那边就不想要做东西，所以化疗期间呢需要大量喝水，所以呢我就煲凉水啊，煲什么薏米水啊，买一些野水来喝。问题是什么？我是不喜欢喝水的人，所以呢就是我喝这么多水的时候呢我很辛苦，因为喝到我很胀，哦，很胀很不舒服，所以每一次呢化疗的一个星期过后，我呢会整身呢就会发热，而且我颈项呢会有那个好像我们讲的什么那个扁桃腺啊，哇，这两粒东西呢会肿起来的，很痛的，摸下去很痛的，所以导致呢我的口腔呢就烂，舌头下面呢一直呢有生那种白点啊，哇，真的很辛苦，它不是生一边哦，它是舌头左右两边都有，所以呢就导致呢我呢就很辛苦，我食欲就下降了，然后呢又很便秘，很容易便秘，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的体重才39到40公斤哦。然后在我化疗这个图片你们看到呢是我在化疗的时候我有时候呢我会抓痒，抓到我的那个皮肤呢会痒，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因为化疗过后呢我们的皮肤会很薄的，所以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呢是那种红疹还是什么敏感的哦。在我化疗第四次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的介绍人朱华姐呢，她呢有给我打电话给我，她就介绍这个太赫兹水给我喝。其实之前我也是有听过了，所以我就接受她的水，我就喝，我就尽量喝碰，哦，这样的我就很舒服，我的口腔呢开始呢慢慢的舒服了，然后可以慢慢的吃东西了，所以也没这么辛苦。所以在今年的一月中呢我就决定我要请那个太赫兹水回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大量的喝哦，之前呢的便秘呢全部都改善了，我现在才发现哦，原来便秘是真的很辛苦的，因为当你它已经要排在你的肛门的时候哦，你就是排不出去，所以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呢因为我们有做过开刀也有做过治疗，所以我们的元气呢都是大伤了的，所以不够气去排它，所以现在呢因为有喝了这个水过后呢，这个问题我化疗过后第二天我的排便也没问题了，都很顺畅了，直到现在呢我一天呢我排便都可以排便几次的哦，好像那种啊轰炸机砰一声下来我真的很爽OK 所以过后呢在化疗期间呢也导致呢我们的那个指甲变黑，你知道那个黑哦是那种带巧克也不带巧克力，带紫带黑那一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个你们看的图片呢其实是三月那时候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化疗，那个颜色呢其实还是很深，我如果看回一月二月的时候呢它更深了，而且你看到我们的那个纹条哦是已经是很伤了的哦，然后五月的喝了这么多呢的太赫兹水呢也慢慢的好起来了，而且你有发现到我的指甲呢上面那一层呢是跟我的肉是分开的，因为它呢在化疗期间呢它会导致我们的手脚脚趾手指会麻痹的，它真的是麻到我连开 zip 都开不到啊，所以呢它是已经坏到很严重了，不是坏啊，是痛到很严重啊，麻到很严重，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我的舌头我的手指的那个皮肤上的都有很多那种黑斑，然后舌头呢也是有黑印，我就跟医生讲，医生你看我化疗化到呢现在有这么多这种副作用，他讲哦这种呢你化疗过后它就没事的
哦，这种正副作用其实蛮强，所以现在呢，我 喝了很多的太赫兹水，我的手都很漂亮哦，指甲慢慢的好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化疗期间呢，还没喝之前哦，我跟你讲过，我们是不能排汗的，真的不能排汗。我呢，在家我都不能开风扇的，开风扇是很冷的，我还要盖被。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心情很什么，很不好，我好像很沮丧这样，整个人都没有精神。所以呢，现在呢，我就喝那个太赫兹水过后，我的那个排汗呢已经没问题了。因为我现在如果是生病的人呢，最好是喝温水。因为我们以前呢，我之前我喝呢，我是喝冷的，就是我没有包过来喝，反而呢喝了会比较肿胀，因为我子宫也切了，我们的肠呢会移到去我们的那个子宫位置那边，一喝到胀哦，我整个肚子是胀胀起来的。所以但是呢，我喝了温水，哎，我很舒服，我很舒服。所以呢，喝了温水过后，我就开始冒汗了，我排汗很多，所以我就知道，哎，这个水真的很好哦。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之前还没有喝之前呢，我因为要喝水嘛，但是呢又喝到胀胀的时候呢，就每两三个小时呢我就要上厕所一次，所以一个晚上呢我可能会上两次到三次之间，所以我是那个时候就睡得不好，我品质呢都很差，很容易累。所以呢现在没问题啦，我的体质都改善了哦，人也精神了哦。现在大家看到我也觉得，哎，其实我也是都不像是一个癌症的病人哦。如果是大家发现的话啊，现在的我呢现在就是很活力啊，哦，很活力啊。我的伤口呢现在都蛮恢复得很好了，我早上呢有时有做一些运动啊，去 morning walk 啊，然后也是有去做一些平甩功啊，一些气功，然后都能吃能睡，体重呢也增长了四公斤，所以现在我大概有44公斤到45，所以体力都有了，我可以抬5L的水，然后都没问题。然后呢，现在呢，我其实呢，因为也不敢吃这样多的那些保健品了，所以我就都没什么吃，只是补充一些维生素和大量喝太赫兹水罢了哦。所以刚才我们有听阿宝老师讲呢，如果细胞得到健康的水呢，它是会自己修复的，加强新陈代谢的免疫力就会强了，所以身体就会好。所以我们这种癌细胞呢，它是厌氧的一种生物嘛，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癌症病人呢，我们的身体就是缺氧，而我们的氧气不足，所以导致呢我们的细胞呢就会病变。所以呢除了喝上好水呢，其实适当的运动也是有所帮助的。我这几年呢，虽然我是有注重我的那个食物啊，不要吃这样多煎炸的东西，但是我就缺少什么，缺少运动，我真的不喜欢运动哦。然后呢我也喝很少水，因为那时候呢有一个养生的事，就是讲你渴就喝哦，不渴就不用喝水。所以那时候我一天呢可能呢一瓶的 600ml 的水瓶呢，好像这种小瓶的，我可能就是这样一瓶一天哦。所以我是喝水量很少的，所以我就是缺乏这两种的很重要的元素呢，所以就生病了咯哦。所以如果呢你身边呢有一些癌症病人啊，生病了啊，或者是说化疗的一些朋友们呢，我是鼓励他们呢喝太赫兹健康好水，因为呢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呢我们呢在做化疗的时候那一些副作用哦。所以现在的我呢要把我的身体呢要健康起来哦，然后呢才能有能力呢做水就是哦，帮助更多的所需要的帮助的人。哦，对对对对。所以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哦，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莫娜，谢谢。谢谢莫娜，谢谢莫娜，真的。哇，太棒的分享啊莫娜。谢谢你，谢谢你的勇气，谢谢你很乐意的分享你的见证。真的，这个带给我们什么？这个带给我们很坚持的相信跟对
我们的太赫兹健康好水有一个肯定，是不是？这个肯定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奇迹，真的。所以莫娜真的很谢谢你今天晚上抽你的时间让我们明白在这一个病魔困扰当中你得胜了，你不止得胜，你也让这一个得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哎，我们的水不是，哎，我们的水可以让每一个人经常起来，真的谢谢你。好，谢谢。那么家人们，我们不缺机会，真的，我们不缺机会，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了解机会的意愿，缺的是抓住机会的准备。从今天开始，让你的成功从相信开始，好不好？先相信后才有拥有吧，是不是？你如果要看到了才相信的话，当然也是不迟，不过你慢了一拍，是不是？只要你相信，耳朵听到，我们就去做的话，我告诉你，你怎样都比别人快两三步，肯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是讲市场计划，那么我相信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相信大家都在等着这一个环节。好，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要听我们的市场计划的话，请在 group chat 里面打一，好不好？打一，就再次邀请我们的阿宝总监出来，好不好？哇，反应很好哦，耶、OK， 我们就词不宜迟，来欢迎我们的阿宝总监来讲解我们的市场计划，耶、Hello， 欢迎我们阿宝总监。Hi， 好好好，大家好，我以为大家都不要听了啊，因为听的这样多了，对呀、对对，好啦好啦，我看还有200多人了，不错啦，所以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 marketing plan。 其实我讲一句话啦， marketing plan 呢你们一定要讲，不管哪怕那个人呢只是给你五分钟呢，你没有时间五那分钟到十分钟，你一定要讲。如果想当初呢那个 CK 大哥或者是我们的梁董呢，想当初呢他们没有跟我讲这个 marketing plan 呢，真的是缺少了一个阿宝老师，真的真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会加入这个太赫兹水仪呢，就是因为 marketing plan。不要以为是太赫兹水仪罢了哦，因为我们做产品的人哦，什么产品到我们的手哦，都可以哦，从多么差的东西都会变神话，懂吗？所以呢，我们看产品呢，其实都是啊，就是产品咯。但是真的，我们这一次的太赫兹水仪呢，除了真的是一个神话之外呢，也一个蛮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见证和 marketing plan。因为见证一定要给人家看，所以我们刚才的见证所讲了的呢，你每一次见你的朋友呢，不要吝啬，所以每次讲呢，你的手提电话一定要跟在你的手上，你的那个太赫兹水仪呢，也一定要跟在你的身上。无时无刻，因为你要做生意一定要这些东西，明白吗？不可以缺少。了 marketing plan 呢，哪怕对方你看他多么的有钱呢，你不要讲哎呦这样有钱了不用讲了啦，你就错失了一个强将。我阿宝呢就是因为呢被他的 marketing plan 呢而吸引进来的，因为我们一路以来都是做 marketing 的，跑 marketing 的。如果你遇到这些人呢，你却哇他人都这么遮力了不用讲了这样有钱，你就错了。你要记得全世界的有钱人呢更喜欢钱，你不要以为有钱人不要钱了，错了，这个是以前我们的观念。所以呢我跟你讲，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跑了这么多年，我跟你讲越有钱的人呢越爱钱，所以你记得记得，哪怕那个五分钟啊，宁可杀错不可放过，